来看了天气，张哎呀，这风真大，雨落了真大，真侪人怀疑讲，是不是风太来啊嘞？其实这是今年第一道这啊，五十号这方面来啊。嘛，因为这啊，单瑞公落雨关系，为着航班的安全，桃园机场张哎呀，有21个班机啊，分别降落伫这松山甲高雄的小港机场。受到后面通过引起雷雨炮通机场，第昨晚9点开始单雷公路大雨，加上七方强超过20个国际航班无法度降落，也影响到几啊千名的客行程。因为又是风又是雨，雨势非常的大，那造成很多架的班机没办法正常降落，以至于有16架的航班转降到高雄小港机场。另外有5架航班是转降到松山机场。一直到暗时10点半，通机场才再度进步恢复正常起降。这场大雨也到到今日早起，大家拢加雨伞，骑奥多拜边上也是穿雨满。今年短短五十号风边造成全台为北到南东出现冰天的瞬间大雨，也过加在这波风边风气移动速度真紧，气象局预计今日中昼过掉后，各地雨势就渐渐变细。气象局今天早上最新发布的大雨特报，还是要提醒哦，今天在各地的山区，还有基隆北海岸，另外就是恒春半岛跟东南部地区，还是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。气象局也提醒民众，虽然今日的大雨机会变小，也不过拜五受到地球方面的影响，各地大雨又会开始变现，可能又会引起雷雨炮，预计要到后礼拜一天气才会恢复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